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话语的大能里面。出于神的话，每一句都带着能力。其实这样的能力是从哪里来呢？是从圣经，神的话。神的话是充满智慧的，神的话让我们出黑暗进光明，让我们很绝望的得到盼望，让我们很无助的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爱，得到安慰，得到把握和确据。这是神要给我们的，奉主名祝福你。其实我每一集在预备恩典365的时候，我都祷告，我跟神说，主啊，我向你求，好朋友们看恩典365，不能只是看到人，一个传道人说什么，因为我说什么不会带来改变的。但是我相信在整个恩典365当中，我们分享圣经的话，圣经的话是带能力的。祝福你在每一集的恩典365当中，听到主透过这短短几分钟有向你的心说话。出于神的话才是带着能力的，求神帮助我们走在这样的祝福和恩典里面。在以斯帖记越到后面，大家就会很兴奋了，因为你看见真的神出手了，时候到了他就出手。好像昨天我们看见说，当神要介入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什么他都能用，什么样的元素他都能用，甚至于连国王失眠在他的手中都可以成为祝福。国王睡不着觉，起来看那些记载的历史，新闻记载的这些历史之后呢，想起来了，曾经有一个人叫摩利改，他曾经救过我一命，我好像没有送他什么。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哈曼竟然进来了。你知道，那我真的觉得他实在很像一出戏哦。但是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情，哎，是发生在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事情。哈曼就在那个时刻刚刚好恰巧就进来。是很多事情在我们好像你看戏，你看一出戏的时候，哎，刚刚好那时候男主角就回来了，刚刚好那个时候女主角就走出来，刚刚好那个时候电梯打开就看到他。我们不是常常看到这样的戏吗？但是你知道吗，在编剧的手中没有什么刚刚好，都是他设计的。他就是安排那个时候电梯一打开男女主角就碰面了，他就是安排他刚刚上计程车，车子才开走后面人就到了。啊，怎么那么刚好？不是刚好，编剧安排的。人生这一台戏，上帝也刻意安排许多的事。然后呢，上帝真的是很幽默，上帝就说，好，哈曼。这个国王就问他说，那我应该怎么奖赏这个对我有恩的人呢？哈曼就在想，这个人八成是我吧，他就讲得天花乱坠，哇，把最好的这个衣服给他穿，这个最好的这个车辇给他用，然后找一个你最喜欢的大臣给他牵马，让他在，哇，他讲的，我相信他一边讲一边自己都自我陶醉，说，哇，我可以穿国王的衣服，哇，我可以坐他的这个驾车，然后会有一个大臣在前面帮我这个拉车，然后一度沿途要宣告这是国王最喜欢，他一定觉得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结果呢，国王跟他说，好，照你所说的，现在去坐在莫迪改身上，谁替莫迪改拉车就你咯。哇，你知道 我每次读到这里都觉得那好像我小时候看电影，那个前面那个这个男主角一直被欺负被欺负被欺负，后来突然一个大翻转，然后坏人被踩下去了，男主角站起来了，然后那个全场那些小朋友那些小孩子哇鼓掌哦，好兴奋哦，看见你看真的不一样了。但那是电影。然而在生命当中，神把这一卷书留在圣经里安慰你跟我。我还是说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会把你带到这里来，你会看到这一集的恩典365。我奉主名祝福你，也许在你的人生当中也正在一个很挫折的感觉当中，但是你相信吗？这一位掌控全局的神是活着的神，主对你说，时候到了他会出手的，关键的时刻他会出手的，你放心，他活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谢谢你把以斯帖记留在圣经里面，真的很安慰我们。特别是你在逆境、在挫折、在很受伤甚至很无辜的感觉里面的每一位，让我们知道
你是那一位活着的神，你正在进行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不论你看不看得见，愿主对你说，他正在进行。谢谢。